就要多复制。这个是这次，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嗯。好，那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开人新手村的议程就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场。那最后一场我们邀请到的是绿盟的洪文跟贡献者 Didio，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 ESG 检测仪这个专案。那就再麻烦两位再等一下再帮我们自我介绍，然后很期待他们的分享，所以请大家掌声鼓励，谢谢。那个要直接大家好，我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洪文齁。那第一天会就待会自己换你的时候你再自己那个就好，好好好，那我就直接跳跳跳跳。好，就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是一个环保团体，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环保团体会走上开源这一条路。好，那也就是说，如果各位是有想要参与在这个开源里面，为什么要来跟一个环保团体合作这样。那大家想象中的印象中的环保团体可能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在一个什么污染的公司前面可能会有一个抗争现场，或者是可能对于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不满想要抗议，所以去到政府那边抗议。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从开源这一条路走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突破跟进展。我就讲几个故事。这一个呢，就是其实在环境运动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卡住的地方。那一个卡住的地方就是因为往往是因为缺乏资料，所以很难有一些突破，很难有一些对话。那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一个住在六轻附近的朋友。那这是他们的日常，常常会看到六轻排放黑烟，或者是闻到臭味。那按照惯例呢，就是看到的时候拍一张照，然后跟地方环保局检举。那检举的时候，环保局就会跟他说：“啊，那个没有违规啦。”那他就会说：“那如果没有违规的话，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他是排放黑烟，他的排放数值是多少？”结果呢，环保局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写公文来啊，我才把这个排放的数据给你。”那对于一个一般民众来说，就会有点觉得那。为什么我只是要一个排放数据，我还要会写公文？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对政府的一种不信任，就是你直接也不知道这是哪一根烟囱，你直接就告诉我说他没有违规。好，所以他会再进一步再问说，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在这样情况之下你要告诉我他没有违规？那为什么会有黑烟嘛？那环保局就跟他讲说，因为那是背光啦。所以这就是长期以来在环境运动会造成的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就是每当我看到了这些污染，或者我闻到这些污染，我只要检举，政府都是用这种很敷衍的方式去回应，那自然就会觉得你政府要么是包庇，那对企业来说就是你都没有在改善。可是对企业来说，有时候是我已经在符合环保法规，只是可能还是有黑烟，但它可能是合法的排放黑烟。那对政府来说呢，我有在管他，他也没有违反标准。可是在这过程里面就会变成彼此之间是很不信任，是一种很冲突没有办法对话的，这就是一个现况。那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利用资料做了什么事情？在那个年代是还没有开放资料的年代，所以幸好呢，我们跟开源社群的朋友合作，
我们先去捞了这一些企业的即时监测资料，然后捞了之后我们建了一个网站透明主机，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汇在上面。那当我们听到朋友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把我们资料库里的资料捞出来，就很清楚的发现，哇，其实是有连续的超标的记录。那最后就会去再进一步问，那为什么这些超标都没有开罚，为什么都会说它没有违规。那从这里面我们找到了非常多的管制上的漏洞，那也往前推进修了差不多十几个跟恐怖法相关的法规。所以这一个就是利用资料，把资料摊开之后就可以跟政府对话，对，他们就是有排放黑烟，可是为什么没有开罚，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然后就推进了修法。第二个想要讲的故事是跟农地工厂有关的故事。前几年农地工厂的议题吵得沸沸扬扬，这大家都应该都有印象。可是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缺乏了资料，所以农地工厂可以推进到什么程度，大概就是在如果是新增建的工厂，那就是即报即拆，2016年以后新增建的工厂即报即拆。那我们问的是，那既有的污染工厂怎么办？你新增建的即报即拆，既有的污染工厂，你要怎么把这些污染看见这些污染工厂，而且对这些污染工厂有一些管制，有一些治理。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是，好，在那些修这个农地工厂的法规的工夫法的时候，苏贞昌又在讲啊，农地上不可以有污染啊，那太好了，农地上不可以有污染。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农地上就是有这一些偷排的污染工厂，而且在当时工夫法的架构底下，它就是要就地合法。我们能不能拿出这个资料告诉政府，这些农地工厂你要拿它怎么办？好，所以我们一样跟开源社群的朋友合作，我们叠了非常多的资料，叠了图资，叠了很多的资料，叠叠叠叠叠，我们找出了一大堆在农地上的污染工厂。这那时候推进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当时在政府也没有把农地上到底有哪些污染工厂的资料拿出来，这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在我们叠完之后，我们逼着政府，首先你要把资料开放出来，到底你手上有多少资料，它一定是不完整的，那你手上有多少资料你就要拿出来，不然我们的资料就会变成是唯一看得到的农地上污染工厂的资料，那它会不会有错？你如果资料不拿出来，那有错我们就很难保证说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错误，所以必须要拿出来然后做比对。好，第一个是先推动政府把这些相关的资料，手上的资料给拿出来，然后进一步我们做到了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当时有一些污染工厂它已经申请纳管，就是有来申请登记的，这些登记的里面我们找出了它应该是中高污染，要被用比较严格的管制方式纳管的工厂，他们以低污染的名义申报，这一些在政府的那个审查资料里面他们没有抓出来，但是我们透过整个资料的整理跟一些人工再去判读很多那个许可证，就我们就抓出来了，政府在这部分的审核确实是有漏洞，让一些中高污染以低污染的工厂来申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些没有来申请纳管，这是那时候最难搞的，就是根本在经济部的名单里面没有这些工厂，完全不知道这些农地上的黑数是在哪里。可是我们透过这些资料的整理对完之后，我们找出一些他已经让这个地方变成污染的列管厂址，可是他没有登记，所以经济部手上没有这家工厂的资料，看不到它。但是我们从这些污染的图资对出来了，这一块已经是污染厂址，上面这家工厂又没有登记，所以它应该要优先列为断水断电、即报即拆的工厂，就它已经是污染工厂了。可是因为没有列管，所以我们也抓出了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是针对所有这些既有的工厂，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像是这一家工厂一样，如果现在政府的治理上面有漏洞的话，即便它是偷排，它也会就地合法。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推动了，现在在工夫法的修法上，应该要针对这个未来所有的农地工厂，只要你是有类似重大违规，只要是有偷排，你就应该要有进一步的管制，甚至是断水断电，或者是要求搬迁，这个是我们现在修法的目标。所以这在农地工厂上，我们也透过了这一些开源社群的合作，叠图资有一些进展的地方。再来就是来到今天要讲的 ESG 的案例。现在大家面临到气候变迁的问题，气候变迁里面大家最聚焦在谈的就是排碳。以台湾来说，所有的碳排放量里面，工业
占 60%， 占六成啊，六成所有的碳排放，工业占六成。所以企业就要解决这个温室气体的问题，企业的减碳绝对是应该要做到的这个责任。那这所有的企业里面，这六成碳排里面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十大碳排企业，十大碳排企业里面所排的碳又有一半是来自于台塑四宝，也就是说全台湾所有的碳排有六成来自于工厂工业，然后全台湾有四成的碳排来自于十大企业。那全台湾所有的碳排里面，光台塑集团台塑四宝就占了20%。所以我们就会看啊，那在整个台湾在讲减碳的时候，企业有责任，十大碳排有责任，台塑集团更有责任。我们就要来检视一下，那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要减碳，甚至有一些承诺，甚至说现在2050净零碳排也是国家目标，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清楚，蔡英文总统他也有都承诺了，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资料可以来检视这些企业是否真的走在这一个2050净零碳排的路径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跟开源社群的朋友合作，现在想要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呢？第一个，我们刚讲台塑四宝绝对是有很大的责任嘛，全台湾五分之一的碳来自于他们，其中一家南亚公司，这是他们最新一年的 CSR 报告书，他的承诺是什么呢？202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比2015年降 3%， 2030年要降 6%。 请大家记得一个数据哦，现在2050要达到净零碳排前，目前我们在讲的短中期目标是指2030年你要做到什么，所以这边通常一个短期目标会是2030年你要减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如果以最近包括是国际上的那个 IPCC 的基准年都会用2019年来算，台塑集团他们自己有承诺就推算出来是他们2030年要比2019年减 20%。 我请大家记得这个数据，2030年整个集团的减碳要达到 20%。 然后南亚公司他现在是自己先定一个基准年，这个基准年我们姑且不太理他，但是就是他大概是说到那个时候要比那一年减 6%、可是他的整个集团目标是要减 24%。 我们从这个 CSR 报告书里面再看，他刚刚讲的是2022年要比2015年减 3%， 2030年要比这个减 6%。 以现在的减碳趋势看下来好像还不错，好像啊，看起来后面2017年好像蛮认真在减碳，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报告说预期哇，那你到2022年2030年应该会减更多。可是实际上我们帮他算了一下，靠北啊，2022年其实还要比2019年排碳还要多，2030年好像没有差太多。可是你当时的承诺2030年是要比整个集团的承诺是要减 24%， 可是我们帮你把承诺的数据算一下之后，刚刚讲的 3%、6%， 数字对一下就是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再告诉大家，你2030年你要减 24%， 2050年要减碳排，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怎么做？就算完之后我们发现你2030年只是要比2019年减 0.5%， 可是你一直都在讲你要减 24%。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要真正让整个台湾走在这个净零路径上，可以落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ESG 检测仪，想要把这碳排的资料纳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只有碳排，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永续的问题。所以除了碳排的资料，我们放了 ESG 的意思就是从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面这三个面向，我们要看的东西很多，不是只有碳，也不是原本透明主义常常在关注的就是财阀记录、污染记录而已。我们现在要更全面的来纳入这所有的资料，所以会看到的就是我这边就很快的带过去，就是我们纳入了很多的碳排放的资料、用电用水的资料、污染物的资料、废弃物、毒化物，然后还有职灾、公安、其他的一些营收状况有没有拿到 ISO 等等的资料。好，那在这一个资料库里面，它可以做同产业间企业之间的比较。所以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过去它可能会常常说啊，我都有很努力在做 CSR， 可是从这里面就可以按照每个不同的项目去看你跟同产业来比，你是不是真的有做得比别人好。所以这可以做到企业之间彼此之间的同项的竞争，那你就可以知道哦，我可能哪里做得还不够好，那就可以从把那个资源下在更精准的地方去做改善。
好，那从这个部分我们公司点进去还可以看到个别企业的趋势，刚刚那个是同一年所有企业的比较，那从这边可以看到个别企业的它历年的排放趋势，我们也都做了一些那个视觉化。那再多说一点点，就是像这个环境法规的资料，我们把它区分出来，就是违反环境法规它可能是跟污染相关或者是一些行政法，我们透过这一个视觉化的资料把它捞出来，可以很清楚看到所有的财阀记录跟污染相关的有哪些。结果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发现有另外一家公司，它在 CSR 报告里面说得很漂亮，也说它在前一个年度因为污染被财阀只有3笔180万，可是我们从这个资料库一看，哇，有将近2000万，光空污就将近2000万，所以它在 CSR 报告书上其实是说谎，简单讲就是说谎。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资料，我们很难清楚的去看出这些事情来。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资料库，现在未来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检视这些所有企业他们在 CSR 报告上面的是不是真的讲真的，还是他们透过这样子很写得很漂亮，但是确实有漂绿的嫌疑。那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正在开发的，好，就是是不是可以把它实际的碳排算出来，跟他未来想要达到2050或者是2030的这个目标有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去掌握到他的实际碳排实际减排的情况有没有走在整个近邻路径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跟开源社群正在开发的一个系统。好，所以如果今天一个 NGO 想要提一个案，我不晓得在场有没有 NGO 的朋友，或现场有没有 NGO 的朋友，但是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个议题设定要设定清楚，目标要设定清楚，要解决的问题设定清楚，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来参与我到底现在要帮忙的那个题目是什么，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贡献。好，那接下来就交给 DDI 哦。喂喂，对，好，大家好，我是 DDI 哦。那我自己平常主要是待在居林 VE 社群，那我自己是我的时间是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当一个软体工程师，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呢，就是在对我来说算是定期定额吧，投资我认同的这些公共议题。对，那这个里面就也有包含，就我这几年有和绿盟合作过不少案子，所以像刚才洪文提到的夜视检测仪，那其中一部分就是我参与和帮忙做出来的一个网站。对，那刚才洪文提到了很多，就是环保团体怎么样用开放的资料或者是一些开源的技术来去完成刚才的倡议嘛。那我觉得讲完我先调查一下，好，这是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 NGO 一个倡议组织怎么样使用资料来做倡议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就是和你原本想象中的环保团体不太一样的。哎呦，大部分人都是哦。那另外一个是你看完之后想问你今天来是有曾经有想过，因为大家可能我猜大部分会是比如说工程师或者是常常在用一些开源工具的人嘛，那你来听这一场的时候是或是你听到现在你会有想要说，我也有在想如果今天我怎么样用我的专业技术可以来协助不管是不是环保团体或者是其他的 NGO 或者是社福团体的，可以举一下手嘛，你有这个想法的或是有在想能不能这样做的。好 ,OK。那就我觉得在我这边想要分享的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一类事情有兴趣，或是其实你有在好奇说，我如果是一个不管是工程师设计师或是我是一个我在商业公司里面工作的人，那我怎么样，如果我对一个公益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除了捐款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对，那通常我们就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更通用一点的问题吧，是我们通常会想说，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务和休闲的时间分配应该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多一个是你的自我实现或者是公益的部分，你想要站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多少 percent。 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分类可能比较像是在斜杠工作的那一群，就是我自己决定，比如说我要一半的时间是拿来在商业公司工作，然后是赚钱，那剩下一半的时间，比如说绿盟，我应该每周花可能5到10小时吧，就是看那个案子的状况。对，那当然，比如说你有可能是参加开源社群里面的某一个 project， 那只是这个开源社群啊，可能今天不只是比如说做工具。那比如说以绿盟的例子来说，或者是大家可能有听过是地球公民的农地工厂，
对，那他们可能就是用开源社群的方式来去开发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但这个网站是跟公共议题有关的，对，所以就是我就可以在可以刚看到前面那个圆饼图，是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我除了写程式，我想要写程式，而且我又想要来贡献出更多公共的东西的话，那我自己会想要花的时间有多少？然后另外就是可以来想一下，我觉得我想要在这个投入的时间里面要创造多少影响力，对我来说，是一件有趣或者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边就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来投入这个专案，比如说不管是不是 ES 原则或者是其他公益组织，我觉得主要是这种想要从数据开始，想要从用开放的资料来去做倡议的话，其实都可以，可能都会很像这样的模式。比如像这个就是 ES 检测仪，大家这是一个线上网站，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那个手机或电脑，你可以上网直接 Google ES 检测仪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所以这个网站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的表面就这层皮来说是很明显，除了刚刚洪文讲到的很多是第一个你要有很熟资料的人，因为像这样的资料它是虽然会它是散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公开资讯观测站，比如说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那所以你会第一个你会需要一个很懂资料的人，知道这些资料要怎么样把它们对起来，那才能够整理出这个很大的 ESG 的表。然后再来是大家如果我再确定一件事情，好，大家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ESG 这个词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大概有还是还蛮多的，好，超过一半。就是 ESG 通常啊，大家现在的用途，一个是企业拿来不能说美化，就拿来证明自己很有社会责任，就是对这个世界很好，所以就是 E 就是环境嘛 ，S 是那个什么 society 社会，对，然后 G 就是那个治理，对，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比较早期的词是企业社会责任，对，那其实是会有一点接近，但是只是这边是一个更广概念，所以其实他讲的就是他想要证明一个企业对环境和对社会的负责任的程度，对，那只是他现在这个词通常会拿来做比如说投资的工具，像是现在如果你有在买 ETF 的话或是买基金的话，他会跟你标榜这是用 ESG 的这个那个指标排序过的公司，那但是绿盟这边想要做的就是那大家说出来，像刚才洪文也讲了非常多的例子嘛，企业宣称的这些数据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拿公开的资料拿来重新验证大家讲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就我们想要做一个，因为 ESG 有一个问题是通常这个算法是智库或是一些资料库出来的，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算出来的分数是什么，它那个分数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一堆的资料，公开的资料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表格，所以我们呢就会找了我们有 UI 的设计师来去设计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然后比较好浏览的一个界面来让大家看。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些资料是从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来的嘛，所以我们要有资料工程师，我们要写爬虫，然后我们要有一些简单的 data pipeline 来把这些资料串出来。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一个做网页前端工程师来把这个画面做出来。所以光是这个网站，我们就需要至少四种专业，还不包含那个洪文，就是身为一个倡议者，我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东西它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对，那我们刚看到是网页嘛，所以像刚才洪文讲到的很多东西，其实会是这个专案里面更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刚才看到的上面这个网页，它基本上是一个结果。因为对一个环境倡议团体来说，我们重点并不是我们要把数据非常漂亮的呈现给大家看，而是我们今天要拿这个东西来去，不管是要求政府要有更好的，比如说开放资料的规范，比如说对金管，就我们要比如说要求金管会，今天每个企业你要拿出来这些 ESG 的报告，应该是一个就是更可以被核对的东西嘛？对，那所以对 NGO 来说，他们要的是我们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工具，来让大家知道有这些资料，然后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这些资料为什么可以来。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网页，其实它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那你如果我们往前面退一点来讲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要设计出一个网站，其实它就是我们在设计出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背后的那个提问和规划是什么？那执行会是很
后面的事情。所以像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刚才侯文讲的他的这些故事的背后的话，它其实会需要比如说非常多跨国的环境政策的比较，像刚才讲说净零碳排它是一个全球趋势，但是那别的国家到底要怎么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规划为什么要做网站，或者是我们除了做网站之外还要再去找哪一些人来合作，然后要对哪一些要去对企业还是政府施压，要怎么样做这些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你要需要有倡议，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用最小的力气去打那个最关键的点的一个专业。对，那最后的话是我觉得在NGO 做数位双有一个蛮有挑战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 NGO 通常都很穷，就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间商业公司，你要做刚才那个网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预算的规模可能会是比如说50万吧，100万起跳。对，因为我需要有知道这些资料的人才把他们爬下来，然后我要去定期的维护它。对，那但是其实然后还有像刚才红看红右前面的那个截图也有让大家看到，是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要去爬那个烟囱的监测资料，然后累积下来，然后我们要去用这个资料来去找出可能不同工厂之间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其实它背后都是因为它是没有现成的东西的，等于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这边要去自己做出这一套的资讯系统，所以它是一个有后台，然后有资料库，然后有前端的一个架构。那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烧钱的，尤其是不管你是养工程师养设计师都是非常烧钱，那更不用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下去那发现有错了要重做或者要调整的话，其实这些成本都是很难负担的。所以其实在 NGO 我觉得做这些数位的专案有一个蛮大的特色，是我们要用你可以说要用很节省的方式，或是我们要用一种很精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像工程师可能反而是比较后面的东西，那像在 ESG 检测仪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其实还有做了一点服务设计，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就因为这些资料其实它的背后你可以想象我们在里面是有要非常多的去比如说尝试这些资料可以怎么样串接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中间我们会跨越会需要非常多不同专业的合作，比如说我们会需要有原本绿盟原本的工作人员，要有很懂资料的人，然后要有设计师，或是要有其他的比如说合作的团体，那这些之间要怎么样可以拿同一份资料来对，那如果你有常常去玩资料，你就会发现说今天开放资料我们有一个那个政府发了一个新的版本之后，要怎么样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对，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现有的工具来做，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服务设计的问题，因为就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开一个 Google 试算表，因为你资料需要合并嘛，所以那我试算表开出来之后会怎么办呢，那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服务设计的题目。所以像我们这边当初就有做了一个那个这是服务蓝图所以就是我们有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可以来看说今天到底对绿盟或是对这整个专案来说哪一些服务或是哪一些接触点是最关键的。对，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才会来后面在像在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就来验证说那我们原本在服务蓝图里面画的这些流程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讲的这么重要。所以像在医师检测里面我们就用开源的方式，用我们把不只是用开放资料，那我们也把处理资料的流程公开，然后那这些资料合并完生成的结果呢，我们也让它是那个原生，它生出来就是一个 CSV， 所以是机器可读的。然后呢，我们去验证这个流程，就是不同的人之间怎么样去更新、去操作资料。然后像我们用这个 project 让绿盟开始，原本绿盟的交代工程师工作的方式是记忆没有或是那个脸书私讯，那我们从这个 project 开始，因为我们这边是全部都是原生在 GitHub 上面做事，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有事情要做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开 GitHub 的 issue。 对，大家如果有跟 NGO 合作的话应该可以稍微体会一点，因为这对 NGO 来说就是算是一个蛮困难的一步。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如果你是工程师或是你很熟开放资料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我每天都跟资料泡在一起，所以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觉得对 NGO 来说是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对 NGO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行为转换，所以
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说因为我想做，而是我们要去让 NGO 知道这样子做，或是让绿盟知道这样子做其实是可以节省很多原本的沟通成本的。对，那像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是常会有人说我进到一个很不懂开源、很不习惯开源的地方做事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或是为什么 NGO 不这样子做。但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开源是一件很有价值，或是开放资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就应该是在那个我们做事情的那一个此时此刻来去证明用开放资料或是开源来做专案就真的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方式。对，所以像我们这边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东西全部开放，然后是可以节省比如说后面设计的成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验证的循环是可以更小然后更快速。所以对，所以我这边就是很简单带过一些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有要的东西，有用到的东西，然后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专案最后会变成是一个开源的一个专案。对，那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同平刚才讲到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专案的原始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 就可以进来玩玩。嗯，好，那这题应该是给黄文的。原则上啊，我们是希望所有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抓进来，但是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资料来源不足的问题，因为它不是政府的一个开放资料，所以所有的资料呢，我们是从 CSR 报告一本一本的抓。好，那现在我们就因为人力有限啊，我们整个绿盟有在执行这个计划的员工也就三个人，那我们要去爬这么多大量的，而且那 CSR 报告是 PDF， 它也没有格式化，要去爬这些栏位，说实话是真的非常耗时耗力。我们的筛选原则目前希望是未来有 CSR 报告书的全部都这些资料都要可以进来，但是目前在人力有限情况下，我们从碳排量大的产业先抓，所以几个大的产业排碳量大的产业已经都先进来，然后陆续会把其他产业给拉进来，未来就是希望所有的通通都有在里面。这样补充一下，因为像刚才洪文有说，这我觉得一个很想抱怨的点就是现在的这些报告都是 PDF 嘛，而且 PDF 它不只是你用 OCR 或是任何这些技术可以扫，因为每一间公司出来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碳排，它问不同的单位，或是它会跟不同的年份比较，所以它是有彻底没有标准化的东西，就是你就算把它转成数据数那个数字怎么讲数位化之后，其实你也很难用。对，法规上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在前期资料建制的阶段，后面可以看出什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以目前现阶段来看，可以做到的几件事情，一个是金管会，因为这整个企业协查是他们管的，可是光资料就已经弄得这样乱七八糟，所以第一个可能是要求金管会这个资料要有标准化的格式，进一步才会是那金管会在管这些 ESG， 它有没有一个好的分类标准。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银行啊，刚刚提到很多银行，他们会标榜我现在这个销售的 ESG 金融商品，他都标榜它是 ESG， 可是你要拿出什么来说我是真的 ESG？ 从我们现在的资料库里面看到，有一些 ESG 金融商品的投资标的就是高碳排高污染的企业，那这样子是大家心里面的那个 ESG 吗？所以我们也要求金管会要把你的这个分类标准把它给弄清楚，不然我们检视下来就发现你的 ESG 不是我的 ESG， 也不是投资人的 ESG， 那这一套应该是什么？我们未来应该要朝着这个方向把它给弄得比较完善一点点，这是目前至少在这个资料上。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碳的部分，那我们从这个资料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看出来碳的问题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以现在台湾来说，我排碳就算不符合我的承诺，不符合标准又怎样？没有任何的法规、任何法制化可以限制企业，没有，还不会被罚钱，不会怎样，完全都是取决于它的品牌商
买不买单，会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要求，可是政府的角色不见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一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求所有的企业，你要把你的短期目标2030年目标全部都要拿出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检视的路径，然后再来就是政府的角色要进来，你有没有一些政策工具，你可以让企业真的走在这个路径上，那个政策工具是什么？如果政府现在规划2050净零碳排，可是你在各个产业别的减量再回推到各个企业的减量，那个东西是什么，在哪里？如果我们算得出来，政府有没有算出来，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套政策工具弄得更完善，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在做的事情。这样多了一个啊，清晰的操作型定义什么意思？有提问的人可以补充一下吗？这个词可能有不止一种解释。好吧，他匿名，所以他如果不想讲，可以再补充在十一楼。哦，对，你也可以补充在十一楼上面。对对对。交给我吗？还是现场有人想要直接问问题的吗？因为现在没有法规强制要求嘛，比较多都是企业自主承诺。然后第一个就会是到2030年，你有没有承诺？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可能都没有，可能一些比较大型的，在品牌上的要求下，或者是它有这些指标性的，它会有这个承诺。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你的实际碳排，你可不可以对应到你的这个承诺？可不可以走在你2030年的承诺上，甚至是到2050净零路径，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目前我们现在在算的就是，从你的实际碳排，每年的实际碳排的情况，可以去计算，会不会是比如说它。根本就像刚刚像南亚那个，他根本就没有在减，没有在减，没有在减。然后你突然间到2030，你说你要降到这里，或者是你都没有在减，没有在减。然后你2050要降到这里，所以我们从前面这几年，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那个趋势，离你的这个净零路径，甚至离你2030的承诺还有多远。我们至少现在可以先把这个东西给抓出来，可以看一下。这样，目前是这样。对，这是另外一个盘查的问题，但基准零我们就全部都以2019年来定，就是跟 IPCC 跟国际的标准是一样。那盘查可能是有后面会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没有错啦。但我们就以它可以盘查出来的数据来计算，这样。好嘞，好，好啦，没有了，那就谢谢大家。啊，就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想要参与在绿盟的一些计划里面，都可以写信到，或者是到绿盟的粉专跟我们说，或者是加我的粉脸书也都可以，我用本名也可以了。对对对对。然后结语什么之类的吗？好。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辛苦的参与我们的议程。然后，大家在离开之前，如果经过 OCF 的摊位，可以去逛逛，就是问答会有一些小赠品送给大家。然后，就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明年再见了，明年 Cost Cup 再见。对，明年没有，哎，明天吗？明天有摊位。